肖阳，今儿世界杯到我家喝酒去。好啊，正愁没地儿去呢。看，这是我家新买的背投电视，怎么样？得了得了，老王，还是喝酒吧。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。你也要来一杯啊？蹲蹲蹲蹲蹲。哎，你说今儿巴西跟墨西哥谁能赢啊？肯定是巴西赢，墨西哥不行，不能，墨西哥赢。我先看电视，看就看。B，据本台消息，南方局部地区受暴雨侵袭，下面由前方记者为您带来现场报道。真疯狂！我这儿有个橘子，不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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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给我也来一个。哎，我这儿有个薯条。哎，应该开始了吧？哔。没想到这年头还有起源杂谈呢。啊哈，我还有个烤鸡呢，开始烤了，烤好了。内马尔进入禁区了，射门了，不好，球赛开始了。逼你射门是主持买的金，怎么也射不进去，去去去去去。